这个环境的，就是我们就这样子，然后想用他点这个点这个。那个一说的时候，我就哎，我觉得一定要拍这个点了，这个非常好笑。OK，Bridge 这样过来，我这样攀过来，然后他很不爽，然后就变成一个 two shot 了，然后就开始那个，我觉得你有一点不尊重我的那个小弟。我觉得小峰哥有点不尊重我的小弟弟。是的。我很明显的感觉得出来。我觉得 logo 有点不尊重我的兄弟。那个小顺哥在这里啊，厚一点，不要背。然后我是导演啊，然后我也是那个摄影师啊，他们就是我的演员。我觉得我经验还是蛮够的，因为跟很多不同的导演已经合作过。哎，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就说白举纲啊，然后就走了，他就走了。他叫什么名字啊？或者不是白举纲，是李泽锋。李泽锋的不李全轩 OK。哎，这大姐叫什么名字？李长光。没有，我们玩两秒。Low 也比较在上面俯身出来的那种，然后我待会过来那个好像比较可以啊，比较好玩一点。挺大的，可以再出来一点吗？有点。OK， 三二一，哥，哎，怎么了？我有件事跟你说啊。说。我觉得小峰哥有点不尊重我兄弟啊。什么？我有这么觉得。笑啊！对不起，对，哎呀，对，算，对不起。李成干，其实他叫什么名字？李成干。他叫什么名？李成刚。够了，笑够了，好热啊！我觉得很好笑，那句真的。哎呀，不能再笑场了。距离创意短视频大赛结束还有30分钟。我知道拿什么了。聪明。Three, two, one, go。哎呦，太快了。Cool. James, spin it for me. We're about to fight. And this is the final move. Ends at Ricky, and good. Okay. Let's get this last shot. 还有最后一个拿吸管的是吗？对，从下面。这是很难哎。就在这儿吧，吊在这儿，把这个吊在这上面。就吸它，哎，可以 ，yeah， 好了，也是这样 ，yeah， 所以这就拿出来 ，yeah， one two three， yeah， 接下来咱们放第二条短视频。是跟你说，我觉得小峰哥有点不尊重我兄弟啊。怎么会呢？我有这种感觉。阿开娃，阿龙，真的打算你了。叫什么名字？李长刚。什么刚？高寒刚。高寒刚。高寒刚。咱俩在一块了。不记得。不记得。
投资方谢谢我。哇哇，这很有意思，而且是这个好像真人真事，真实。来，春哥来说一下。我觉得是虽然有点草率啊，但是有诚意，而且是这段时间就让大家不用说了，你看吧，对。OK， 漂亮漂亮漂亮，大家记住这个作品。我觉得这个不考虑了。你要跳舞？不考虑了，因为我们已经唱过，已经唱了黄安哥了，不唱。对，无名之辈那个歌名是挺帅的。汉武哥，说主观意见。对，无人之辈。我也同意。好，他是我们手拿的，他们应该都不会选择一首。大家三二一，你搞你搞，快点是不是？快点，给我吧，给一个，快点。我们要500吗？嗯。三二一，请举牌。现在又回到了无名之辈的争夺。你拿不到，我也不会让你好过。还有人反对吗？张晋阵营跳舞街0.1，太抠了，他们真的。可以吗？最小是一。哦，那擦掉擦掉。一，我们都是对规则的亵渎。跳舞街还有人反对吗？反对我们就落锤了。我们就要那个一了百了了。嗯。五，不反对了，不反对。四，来，我给大家助助兴。来，我陪你，我陪你。二，最后一秒钟，如果没有人反对，我们就落锤了。1.5，一，落。好，收工。无名之辈归我们的陈小春阵营，是我们的500火力值。然后恭喜张晋阵营获得的是跳舞街，用了一个火力值。那么剩下的两手做我们的一个加价牌，叫价。他能搞，我们休息一下。饮茶先，饮茶先，饮茶先。我们好好去把那无名之辈练好。对。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请出价。现在如果我们是有一个7个人全上，有一个人部分人上，有一个人一个人上，我们明天我觉得一定要先把那些分词我们先一起。我都可以，无所谓，你们安排，大家舒服就 OK 了。因为觉得云迪的离开我们觉得很不值，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能把那个比赛赢回来，就是对云迪的最大的尊重。小春哥去单挑吧。我也觉得小春哥出来就赢，玩不了那么多人，只要能够赢的话就不用想那么多谁是某某位。那双人呢？双人呢？我想我们也要考虑这两个人的 vocal 合不合。甘寒文就这样子。好，决定了。好吧，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各个阵营竞拍歌曲之后剩余火力值的情况。这是属于真正的开心吧，我理解了。零啊，还有。哦，你零分 ，OK。你也不能哭啊，你全部都是爷们了，你突然走去哭，你就面子何在啊？对。你拿的二还是三？我三呢，海豚哥哥，每一期都是你，每一期都是你，不行。哎呀，把你，对。小春哥都说他是三了，那我只能说我是二了。对，那你当然是二啊。你只能说你是二啊？啊，我二吧，我是二耶。我只能说这就是命运。哎，卓哥，那你想要二还是三？那肯定我要三呢。所以你会选择他们俩的其中谁手上的卡？小春。哦，喂，聪明，谢谢。所以你真的得到了你想要的。给你了。哎，谢谢谢谢谢谢。很成功。我们二也可以，都没分别了，这个挺好啊。
这个挺好。从零岁到八十岁三万天，那起码有经历过青春期。我们以前住那个叫彩虹村，十几个小朋友没事没干嘛就走完那个走几个小时回去，看一下啊。反正就现在不会做这种事情嘛，但那个就是以前喜欢有这样的年青春岁月吧。我们应该现在就投 solo， 应该用什么歌来出战？一定要是名曲歌，《独家记忆》《算你狠》。抱一抱，算你狠，要不要？为什么不拿最厉害的出来？我敢保证，现场没有一个人不会唱。一百二过头，前奏一出来就已经赢了。OK 啊，要唱嘅，我觉得要玩嘅。算你狠这首歌应该会略为熟悉度会高那么的一点点，高那么的一点点。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活得很好。爱情不会撑得太久。OK。好，试下睇下边个位。你到底哪一点不熟悉？你不平，这次的事你还要注意，至于。还是四处春春，不知道去光棍。哎呀，我很忙嘞，我好多东西要顾啊。我顾我自己那个雨伞，会不会就滑倒啊？干嘛有的没的？哎呀，姓布的，你过来。嗯，什么意思哥？觉得这个编曲很不开心，这个歌不开心，得要这两个兄弟帮忙去找人去弄。OK， 没问题，就这个样子。我最迟明天就可以给到你我们的这个版本，好吧？谢谢。小春哥说的，在原曲上面肯定要唱出不一样的版本。先根据原曲来分析，不能那个说唱的感觉了，要保留到小春哥唱那个东西要对头。现在都开始走起。小春哥的单人 solo 上面，我会把我们的编曲变得更有颜色一些。来，我们来看一下春哥的。这些是效果来的吗？我想不是的。山实在太普通，这个山。又或者佢开咗个山，其实佢个山里边系有啲嘢。要不他的伞就把它烧了，烧了一个洞，一个洞，然后他一打开，砰，那些光就很离奇的落在身上也好。我去把小春哥叫过来。那个伞有没有弄过？弄啊，有样喺边啊。有样喺度，那个伞在背后也不是太好看。我也觉得背过来不好看，我觉得在前面会好一点。I try。这样我觉得不够离奇，这个事情有妆更好。Cool， 有妆好啲，不是邪恶一点啊。好啦好啦好啦，一定可以。今天肯定更好。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good， cool。还有一天笑话。去，冇问题，冇问题，好，相信我。I believe I can fly。冇问题，冇问题。玩不了那么多了，谁暂别这个舞台就各安千里了。天有不散之筵席呀！
否则就注定当一辈子的光棍。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这里可让我学住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看别人吃上又喝了几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一杯二锅头。眼泪流，伤感紧握住，好汉不回头，吃亏太老，冲动眼泪流，伤感紧握住，好汉不转头。算你狠，获得了275火力值，暂时领先。好棒，好棒！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啊！谢谢。十字名贵，真的是怎么说？十字名贵点讲啊？十字名贵，十字名贵，恭喜恭喜，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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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耶！谢谢哥哥。太棒太棒，